朋友们好，我是骑着单车从河南去往新疆的老二，他俩是跟着老二去新疆的元宝和六一。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，昨天晚上在这个桥洞里面睡觉，下了一夜的狂风暴雨，还打闪电，我都纳闷了，这个雨是不是跟着我走的？上个月淋了一个月的雨，这个月还没晴两天呢，又开始了，天天下雨，天天刮风，天天打雷。小龙女是不是看上我了？天天盯着我，我走到哪儿她下到哪儿。不管了，收拾到东西，继续出发，加油！这个桥洞里现在全是水，现在还渗下去一点，昨天晚上更大，这边也是。我的鞋子全都湿了，赶紧收拾东西，赶紧出去。天晴啊，朋友们，把车子挪开，把东西拿出来。终于把东西拿出来玩了，哎呀，出一身汗，晒一下晒一下再走。这都湿了，看这个滴水，这都得晒晒，扔了一片。今天这个天气太美了，朋友们，蓝天白云，远处还有雪山，哇塞，空气清新，下过雨的空气就是好，感觉骑在这条路上非常的享受吧。初中没毕业，太高尚的词儿我说不出来，但是就是心情舒畅。Thank you.
菜没有，老板？有啊。嗯，牛肉板面，牛肉板面吧。嗯，21份牛肉板面还行，可能还有一个鸡蛋，味道应该不错。哪区的？广西金水区。金水区。刚区。西岗、东岗。刚区嘞。刚区。正刚。啊。嗯。新镇。正刚，正刚不是新镇那片儿，机场那一片儿呗。哎，那不是新镇机场吗？嗯，不是，那俩都是捡的。捡的，走路捡的。啊，骑上来的。嗯，骑上来的。嗯，这都过了，那你再有个工地，工地边上，你都不知道，你挨下都级别。全是流浪工。多的很，流浪工。是啊。级别个，哇塞，这啥叫的？这会儿不叫了。哇塞，这么远都听得这么清楚，我感觉我听着像是什么野生动物被逮到了，然后在那儿撕心裂肺的叫呢。没一会儿就停了。到家了，朋友们。找不到废弃房是找不到，一找到找到一排。我在路边上我都看到了，然后连门都没有，肯定是废弃房。然后这边过不来，我是从这个，看见这个塔没有，从这个塔这里走土路推过来的，有刺儿，希望没有把车胎扎烂吧。收拾东西开始做饭了，今天终于不用淋雨了，也不用那么窝瘪的慌啊。能听懂窝瘪啥意思不能，朋友们。今天可以睡个舒服觉了，看里边环境是怎么样的。这有一泡地雷，这个不住。哇塞，这个垃圾太多不住。看这个房子多，哎，这个锁着门嘞不住。这个漏水不住，哇塞，沙尘暴来了，朋友们，看从这边过来了，打着雷，马上要下大了，这边还是稍微有点阴天吧，这边就直接是沙尘暴了，前面啥也看不到了，还好找了一个废弃房，哇塞，这要被砸着了，这不得被砸死。看这冰雹，给大家看多大啊！这么大的冰雹，找了一个扫把，把这里打扫一下。今天晚上就住这间房子，完美。下面都是，这个地方应该不够，然后把帐篷搭到这个。帐篷和床我都搭好了，然后六一在这儿，元宝在这儿，我们开始做饭了。也买了两根排骨，25块钱，这么多。然后锅里还有俩鸡腿，俩鸡腿，等会儿给他俩吃了算了，然后我吃排骨。锅不用洗，昨天的炖鸡腿的锅，直接在里炖就行了。我来，把鸡腿给他俩切一下。我那边。
姜放进去，再来点葱。哇，放点盐。哇，往那儿。少放点这个地儿。没放完，我刚才放盐了。开饭了，朋友们。他俩都吃完了，该我吃了。尝这个排骨熟没熟？嗯，还行，对我来说已经很不错了。原本吃两份，六一就不让他吃了，六一估计吃不了，太小了的。今天没走多远，我们三个单身狗我走了15公里吧。这几天天天住桥洞、水泥洞的啥的，太累了。然后走到这里，看到有飞机房，毫不犹豫的就进来了。休息一天，休息一天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飞机房，说啥都得住。等一下吃过饭，我们就睡觉了，朋友们。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晚安，明天见，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。